尊客请说明来意。在下夜南天，有朋友重病在身，急需贵派的百草精华救命，特来求药。夜南天就是那个嫁衣成功，快通报。好个夜南天，打上一番大事的可是你们，给我拿下了。徒弟的听令，我亲自见识过嫁衣神功的威力，不能等闲视之。八木梨花阵，好好教训他们。是。怎么了？看起来很想置我们死地。红衣姐用火焰灵兽烧了他们。不行，千万不行！我们的目的是求药，并非伤人。万一伤了峨眉弟子，反目成仇，峨眉派就不可能赐予百草精华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能耐则挨打，直到他们相信为止。专心补血防御，最后让对手缓速降低攻击力，千万不要杀死他们任何一个弟子。这完全不符合个性。不过为了姐姐，我愿意忍耐。那可以投东西吗？可以吧。我记得撑三回合就好了。大师兄，他们毫无仗义，但是我们也请不下他们。难道他们真的是想求药的？不过见他会假意神功，谢楠跟吴墨雪脱不了干系，正邪不两立，也不能制药。峨眉山上乃是清修禁地，念在无闯山门之余情，也没伤害本门弟子的份上，捉拿你将假意神功回朝廷的事都暂且放一边，你们退下吧。来人，备些清水干粮送客人下山。道长，你是峨眉大师兄，可以做主的。后院翻新迎接掌门一坛，那是肯赐予百草精华，叶某愿意在治好朋友重病之后交出嫁衣神功向朝廷请罪。南天哥，燕大哥到底有什么罪啊？难道只是因为懂嫁衣神功？你语气诚恳，不是轻诺之的，只可惜供奉师长九年一路的闭关，我无权请老人家出关应答，尊客还是请回吧。什么嘛，自以为门派大很了不起吗？惹我生气，一把火把峨眉全烧了。先冷静冷静，我们就会城镇准备后再过来，现在我有诚心可以打动他们。燕大哥，我们就真的这么出来了吗？我也不甘心，可是若我们与峨眉派硬耗下去，绝非良策。为今之计，我们先去城中准备药品和装备，之后再来峨眉。叶南天数次求药，数次受拒，仍拿那爱信以武力强求的想法。直到张红玉，峨眉好大的架子，刘备才三顾茅庐请到孔明，贵派他们来来回回碰软钉子，这魔化下去，姐姐性命都没了。红玉，话不要说这么重，我比你更担心青玉。又不是要把所有百草精华都搬走，只是剩下一些救命的分量，这么吝啬，没天良的臭道士。素风，不得无礼。你们往返多次，逐渐成性，实不相瞒，所谓正邪不两立，峨眉背负着名门正派的招牌，任何与武墨邪关联者，皆为邪道中人，我们不能帮忙。你们无论来多少次都求不到的，还是去找别的方法吧。等不得，你们不要逼我硬闯取药。峨眉清净之地可容不得闹场，今日由我亲自率众降妖伏魔。红玉，你太冲动了。你也数落我，难道你不顾姐姐的性命吗？你看我像是放弃的样子，正因为想救碧儿，所以才要忍耐。若出手逃躲，就真的成为坏人，借此令姐上狱，就真的会高兴吗？听过一次，再忍耐一次，我会想办法请峨眉吃药的。好吧，最后一次。
这次神奇道长亲自参战，杀伤力必定比上次高出许多啊！全力撑着，不要妄杀一人。想得容易，看招！好不容易偷他东西，可惜偷不到。好家伙，还真撑得住我全力的攻击。即使如此，峨眉还是你。众弟子伴随大师兄低语叹息。叶某虽有本事英闯，但秉持江湖义理，多次诚心恳求，期间未曾出言不逊，未曾伤害贵派任何一弟子，是真是邪，苍天可见。若贵派坚持不吃药，叶某将长跪于此，只怕峨眉会蒙上罔顾人命的恶名。叶大哥，你干嘛这样牺牲？这些道士脑袋都只有装那些八股道经，什么邪道，什么正道，不仅违背修行者行善之本，更不是我等可认同的正义。红衣姐说得好，牛鼻子道士自命清高，妻子化为僵化，不知变通。部分弟子也觉得峨眉有点。最后再问一次，要是给还是不给？红衣不要冲动，这样只会让误会更深。讨厌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姐姐怎么办？她还在那边等着呢。大师兄，大事不好！司马彦趁前门乱世，闯入正殿要盗取百草精华。什么？快回去看看！峨眉派里面发生大事，我们快进去帮忙！哼，帮这群臭道士，我才不要！司马彦呢？可悲啊！你们峨眉都是这种空架子的货色。你就是神奇大师兄是吧？快说，百草精华放在哪里了？司马彦，你不要瞧不起人，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？不见王神奇脸上一喜一抖，你真是太不识相，我何人也不是跟你谈判的。要不是你刚刚把四川谭门鸟乌头分堂上上下下四十余人给做了，不小心中了一点点小毒，我才会闲到来峨眉刀了去那百草精华，惹毛我，那你们灭门也不是问题。我呸！你恶名在府城流传已久，峨眉正派杀你就来不及，怎么可能给药？死顽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慢着，你们哪有的，报上名来。我看不惯你滥杀无辜，特来帮峨眉助拳。小子，趁胜自己的斤两，想替人出头，也得有命。垃圾上有剧毒，假如中的话要马上解，大家小心啊！司马彦没有投降。还是偷失败啊！断肠剑，可是他用手打我，然后叫断肠剑。如此年轻，怎么会如此浑厚的内力？给我记住！你们走吧，上传峨眉的罪，我不再追究。我们是来求药的，求不到药不会回去，这是麻烦。怎么样，你们才肯走？算了，用帮的峨眉也算有功，把这包跌打药拿去吧。跌打药？喂，峨眉就这点诚意。红衣姐姐，我们走吧。什么跌打药？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好像闻到药包里传来一阵异香。海元姐教过一些医术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包跌打药，这百草精华。我打开来看看啊，真的，道长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如此作为维持峨眉名声，同时也让我们取得药材。哼，什么通情达理，完全是死要面子，只说比较好，弄出那么多误会。没看出来的应该只有你吧。赛神要我拿到百草精华之后去找他，我们快些回去神龙居吧。
你们来了，怎么跟乌龟一样？太慢太慢！百草金换了，拿到的话就快交出来。你看看这是不是？叶冷天将百草精华交给赛扁鹊。分量虽不多，但就幸运一人绰绰有余。存留。是，徒儿马上下去处理。接下来我们快去武当求得炼丹秘奥，越快越好。好，我马上动身。听我一言，既然没消息被传开，千玺可能有阻碍，万事小心。多谢。这边音乐一模一样。你是在客栈里逃婚那位？见下，自称在下。江峰已于此等候郭氏。江峰，传说的玉兰江峰，请问有何指教？最近江湖传闻，一个身怀嫁衣神功、名叫叶南天的人，为了一个女子常上峨眉长跪求药。我马上联想到曾经帮助我的贵人，本人已经深陷情网的之难。对此行男子免不了有股感动。其实求药，峨眉的药要武当的炼丹法才能发挥极致。我猜你们十之八九会来到这里。这人未免太聪明了。但是想到家里神功的人也会做出同样的推测，指望他们也在武当山上埋伏着。为了报答日前相救之恩，特于此等助拳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家里神功，天下的莫不追寻，只是我江峰例外。对武功、权力这些东西，江某通通不感兴趣。那又怎么样？与其要我学嫁衣神功，不如想想怎么样得到眼前美人的心。你，这个江峰还真是聪明，两句话就把红衣弄得哑口无言。武学本意强健体魄，保防身卫国，或借苦修提升心性，文武双全。只可惜常变成逞勇斗狠的技巧。或者谋取名声的利器，就算自己没这个意思，别人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叶大哥目前的处境不就是咯？反之，混迹人间，有红粉佳人拥抱，游山玩水，一壶美酒，一曲歌，都是幸福与感动。偶尔行侠仗义，岂不快哉？这种想法倒是不错。假如江兄没有图谋神功之意，不如请他加入帮忙吧。小黑。你也太没心机了吧，一下就被说动。也好，我们之前也有缘分，为了救青玉，多些人手会更有帮助。加入就加入好了，怎么这么快演上武当？赛神医还在等着呢。好，阁下叶南天是吧？酒后多事，正如江佛所言，不回答是默认，先领下我们的两仪式相证。既然听过叶某传闻，想必知道吾等诚心寻求贵派帮忙。我们奉命行事，抵挡恶贼侵入武当捣乱，尊客莫怪。这些名门正派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吗？不讲情理的样子，看着就讨厌。南天哥，怎么办？打败他们还是死守？两仪四象阵吗？我来想想之前读过的道经，看看里头有什么玄机。这个两仪四象阵似乎随着时间越来越强，无量阵法比峨眉更高一层，但我看不出端倪。所谓两仪化四象，四象化八卦，中心必有一个太极生成力量。太极即是阵眼，即是致命弱点。只要打败最后排左面那人，本阵法不攻自破。我们试试看吧。好痛哦。不简单，现在是否本阵玄机，再强行阻碍没什么意义，放行吧。武将攻守有度，不做无谓的冲突即溃开，前方只怕有更强的杀手在。人家都说江峰俊美，却不知道他脑袋挺灵光的。好花痴啊！那怎么办？偷偷摸摸溜进去，还是有方法不要打？不成，其实败球就光明正大走进去，我们多加注意危机就是了。赵玄海，沈青红。
好大的阵仗。江峰多少有从事一些江湖买卖，赵兄、沈兄两位总镖头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，今日竟齐聚武将助拳，江某甚感荣幸。玉堂江峰，你还是一样口才变给，客套话就不用说了，叶南天与匪类无目血勾结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是想快快快快到我们身边，协助咱们停下他，交出神功，吸回朝廷定罪。奇怪，我们来武当请愿，怎么是大镖头出头讲话？上面的道长做主才是吧？你们来意，我已听闻一二。知道你们来峨眉求药后，多半是来武当检验丹命药秘奥，腾跃一番。既然都已经明了，蓝天就不多加说明，恳请道长借阅。哈哈哈哈，你说呢？道长笑什么劲？准备应战吧。抱歉江兄，现在我等必须请下燕南天，以后什么红火要跑，还望继续支持伤员标旗，支持两河标联才对。喂，我们暂时不必争这个，江家物业甚大，遍及神州，两河伤员各有区域势力，不怕没生意做。眼下实现诺言，协助玄真道长击败燕南天之后才好。假一神功的秘密，藤霞剑出必引鲜血，请赐招吧。道长见察，我等绝于无意伤人，若是击败你们，请让个出路，让我父正天向掌门求教吧。先打个过我们这一关再说。好麻烦哦，这些敌人，好痛！红玉，你玄真，我们处处手下留情，但你见识很大，苦苦相逼，伤我江峰几把，欺负女孩子，还算一个修道人吗？邪魔外道皆不理正气之见，这天命也，受死吧！竟敢打伤红玉，绝对饶不了你们！太极剑法第一重，我们学艺不精，技不如人，玄真。没有办法再帮你了，那神功怎么办？打不赢也该留一些面子，没别的方法，就快快走了吧。慢着，你们不是说过要帮我？道长好像阻拦吗？掌门候选，在下燕南天，因有人性命垂危，急需医治，特来贵派求借炼丹秘奥一窥，还望掌门不吝传授。内以阳极，安静虚无，原本以明，内造行曲，闭塞其兑，足固灵足，环中见通理，论则达简，出阵则中雄。肝力未可持，亦者眼闭，世人莫知之。蓝天求借炼丹秘奥一窥，还望掌门不吝传授。子午属河山，戊己号称乌，三五忌和谐，八十正康济，呼吸相含运，祖师为夫妇。白发皆变黑，此若生旧浊，老翁负丁种，岂欲成错成差女，改行免事恶，号之曰真人。道长，不管愿不愿意，他说快点说话啊。推演五行术，教约而不凡，举水以激活，眼难面光明，日月相搏时，常在朔望见，水盛坎清阳，火衰离走离化昏，阴阳相应时，交感道自然。明者以定亲，智者以信眼。今来归信出，乃得成还丹。没办法，我们说什么他好像听不进去一样。道长送念的可是周易参同契？
正是。自然之所为兮，非有邪为道。三则气相争兮，心云而为雨，泥歇遂成尘兮，火灭化为土。若凿懒为环兮，四然成绿竹，皮革煮为胶兮，蝶辟化为酒，铜裂一丝工兮，非纵然为巧。若以金丹修炼之路，何解呢？就不才显见，大丹之法自简自易，其神机妙用不假作为，不因思想，是故谓为自然。阁下对周易还脑如火的提用颇有见解，能直指自然奥妙，刚刚怠慢，失敬失敬。前辈过奖。贫道门下大弟子，号称号道号紫兰，难得遇有缘人契合仙境，你可有兴趣加入武当？我们可每日切磋讨论。这多谢道长一片好心，但江峰素难从命。武当武学修仙口诀，乃凡夫俗子梦寐以求，您这反应着实奇怪，究竟为何？江峰自幼不愿习武，今后亦无习武打算，只有辜负前辈一番美意。不打紧，入不入本门都没关系，以后经常找我参悟道就好。这甚好，只是……只是如何？这是我暂读袍铺子多所不解，论得对派炼丹秘奥，定然可以为丹道有新的体悟。哎，你要炼丹秘奥？哎，没有也没有关系，多花几倍时间终有参悟之时。想古贤者修炼二十余载，能一无所悟的人比比皆是。可是我答应过宣真师弟，不把这份炼丹秘奥给叶南天，但是这个啊，道长不必为难，我没有这本书也无妨。假意神功什么的，我完全无兴趣，也不知师弟会怎么会那么痴迷。而且好不容易进来一个与我性味相投之人，怎可轻易错过？好吧，给你无妨。这份手抄的炼丹秘奥你拿去，等有新的体悟再来这里讨论周易炼丹之术。多谢前辈。江兄，今天若不是你随机应变，我们就与这个炼丹秘奥无缘。你的智谋实乃常人所不及，哈哈，设下此地只不过比常人多读几年古书而已。你过谦了，现在你们有何打算？我们再回去找赛扁鹊神医，把炼丹秘奥交给他。小弟愿与燕兄同行，不知可否？能有江兄相助，当然再好不过。那我现在就随你们一同去找赛扁鹊神医吧。我将炼丹秘奥取回来了，请赛神医过目。很好，快给我看看。原来是这样，百草精华敷以玄霜露水，我明白了。可这玄霜露水是我要去青龙峰。玄霜露水的话，我们曾经有缘得到一些，这是青龙峰灵兽送给我们的。啊啊！果然是雪霜露水，太好了！有了这个，丹药应该快了。你们怎么还在这站着？快去扫灵啊！那无意境转化药力，就算我丹药炼成也没用。少林会不会比武当更厉害啊？就算这里厉害，我们要造闯。我们走，去少林寺。万存留，你跑掉出去跑掉食物，看你还能够跑哪里去？你的杀人医师的名号已响遍开封城，如今是人主知道是你，快快弃械投降，跟我去衙门对质。好，我跟你们走，不过这件事情只跟我有关，你们不要伤害到我师父。谁你们这一套，都给我抓回去，交给大人一并发落。你们
住手！哪家？我们找。春柳兄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你给我想想细细告诉我。这一切都怪我。你们看这个，这开封城招贴的榜文。我在开封城试验新药，本来好好的，因为药没弄好，结果97人暴毙而亡。什么？此话当真？97条人命，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啊！是我们太信赖贾郎中，要不是他卖给我们假药，又如何会出问题？这终究怨我，我连药都没看过，就下在方里，是我的疏忽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衙门必定要追查这件事，于是我就把罪给顶下来了。那你现在想怎么办？绝对不能让官府抓去，这样就死路一条。其实我听说西南边有一山谷，连月二人谷，里面的人都是放过国法，或是被仇人追杀的。但是只要身在谷中，就不会害怕被官兵抓去。二人谷我好像听说过，可是那里一旦入谷，就难以出来了。而且，你不是还有玄武祭祀的理想吗？进了二人谷，这一切都成功了。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办法了。燕兄弟、江兄弟，我请求你们一件事，能不能护送我到二人谷？这好吧，既然是你的决定，那我没有理由再说些什么。我们走吧。杜莎，杜莎的头像，有追兵，看来武功似乎不怎么样。这血杀刀看起来好弱。还是以前的血杀刀比较好看。神功，着实厉害。你的手，打个随身的药箱，取出几个小瓶，在手掌上调和了一下，敷在杜莎的伤口上。还痛吗？好吧，我败了。说，你们想要怎么样？我要入骨。你要入骨，你是医生，我们二人骨不收好人。可是这……叶南天拿出开封榜文递给杜莎，你看一下这个，这开封城张贴的榜文，杀97人，杀了医生万春柳12000，你就是万春柳，当真是你杀了开封97人。明白了，好，你也可以入股。不过你们这些朋友没有穷尽恶绝，不得入股，你永远不得再来。因为如果他们是恶人，我早就已被灭命。多谢这位大哥，只是我初来乍到，不知道你怎么称呼。你这言辞，当真是你杀了开封97人。算了，我名为杜莎。多谢你们，我才可以得救。我有一招叫点血结脉，比较适合由你来使用。你别磨蹭，进去吧。二人谷要封谷了。我玄狐祭祀的理想，唉，多谢诸位，我们后会无期。人生多舛，春柳兄如果不是遇到此番遭遇，一定是一代名医。各安天命吧，六人燕兄。在刚才战斗中，我记下了杜莎运功的诀窍，
了解到其中血沙掌的奥秘，知道不适合于我，就正好适合义兄你用。哦，已经被义兄了。少林是乃武学宗派，应该比峨眉武当降低一点吧。现在我们是众矢之的，这个很难讲。几位施主何时前来？这是叶南田，这几位是我的朋友，目前求见贵派掌门。叶南田，少林寺乃佛门圣地，几位若要礼佛参拜，请卸下武器入殿。我们此行并非前来参拜。那是为何而来？实不相瞒，我一位朋友病危，为了救命需要贵派的一千金，此行正为求助而来。叶南天啊，叶南天，少林不愿过问武林俗事，没有代替朝廷追逼下邑神功，就已经是尊敬来客。没想到我目前夺取各派武学精要的邪念竟也转到你的脑中，若有所求，少林禁地不容匪类猖狂，少林虎符棍阵列阵，来我们见识一下少林罗汉阵的威力。好厉害，这些兔子防守有如铜墙铁壁，什么招式都很难打伤他们。此阵型应该有阵眼，击败只会的人那手势崩溃。好，我们试试。你们四位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见掌门。掌门师叔，这几位师叔想见你，我把他们带过来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师叔智慧非凡，竟能破解虎符阵法，定然非寻常人等。请问你们来找老衲是为了？事情是这样的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如此说来，你们并非如外界所传言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既然是为了救女施主一命，佛门子弟也不能漠视不顾。然而一击竟乃少林不传之秘，岂能白白传授外人？恳请方丈慈悲，广度度化之门。此行普渡嘛，此番江湖议论，找一件远离少林的事情，让这几位去处理。几位施主先去那边找执事，他有件任务可以请你们帮个忙。这也是罗兰城，一派祥和景象。原来异族之地也有这样的好地方。这里是热死人，哪里好了？燕大哥，那边有西瓜摊，我们去买个解渴好不好？时间紧急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是不是应该先调查闹鬼的事？侯爷妹妹说的是，徐峰，你忍耐一下好了，快把事情办完，返回中原。好吧，好吧，先调查好了。香喷喷的烤羊肉串，现烤现卖的新鲜羊肉串。村民所说的内容大同小异，我想他们惊慌之下无法看清事实，很难问到具体的情报。我们直接去沙漠看看，可能会有比较帮助。好啊好啊，我们快点进沙漠去捉鬼。我们这边要选哪一个？我就要把它当冒险，这样比较有趣，才不会闷。哎，那你没办法，总之不要像往常一样蛮冲，这里毕竟是外邦，怕出乱子。就算红遇到坏人，你也答应过姐姐会保护我，对不对？嗯，我答应过比尔，一定要保护你周全。可是
你保护我只是因为姐姐。哎呀，再不去抓鬼就没办法在日落之前回来了，入夜沙漠会冷死的。是啊，一到晚上天黑，那时只怕鬼没抓成，我反而被鬼抓去了。我们走吧。站住，后面是禁地，连境外人进入，不要命的尽管冲过来。爷爷的刀好久没沾过血腥了。这样的如此凶神恶煞，还是不要招了，做正事要紧。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这沙漠好像迷宫一样，让人老在一个地方绕来绕去。那边的双塔是近在眼前，但怎么走就走不到。我累了，还要走多远？那个鬼都不出一声。嘘，小声。听到了吗？前面传来的笑声。我们过去看看。这是西南方传出来的声音。我们快追。不见了，就在前面。还有啊，谁偷摸我？等等，揍死你！走，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？希望冷静点，行得正，坐得正，心中无愧，什么都不用怕。看清楚了，你的营斗模式，给我出来！你究竟是鬼还是扮鬼吓人的人？不管是人是鬼，我都要把你打得不人不鬼。极乐销魂，弹剑回风跟弹锯节几乎一样啊。飞燕闪灵卷，别打了，果然是人，自己报上名号。我是饮酒药，在这过了快活，没来由被你们打乱平静生活。半人半鬼饮酒药，我听过你传闻，你想探听别人的隐私。是啊，不行吗？总有的秘密听完大半。来这大漠偷窥的往来商旅，这里大部分都不懂武学的凡人，我就利用自己的天赋扮成鬼魅，打探消息，顺便收集了银钱花用。你这样抓神弄鬼，给周围人带来很大的困扰。对没，吓死人了。但你是汉人，不适合交给罗兰城，你就跟我们回少林寺，听从发章发落吧。不要。我可以交换秘密，先不放我一条生路吧。比如我偷听到那个红衣姑娘暗恋的人是……这怎么让你讲出来？方丈，就是这个扮鬼吓人，你们好好处置他吧。师徒，我听说过涉嫌的经过。你号称半人半鬼，扪心自问是人是鬼？我是人，方丈饶命，我只是吓人而已。人若心怀鬼胎，即是鬼；鬼若怀有人心，也是人。我听闻你曾吓死无辜百姓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身上胆小的人这么多，可见亏心事的人不少。阿弥陀佛。施主似乎无法忏悔自己所悔。
若是将你送交官府，只怕以你功夫，不消一刻钟就能逃走，继续危害。我佛慈悲，来人，遣送至怨灵谷，捆在忏悔岩上，让苦行弟子日夜诵经感化你。不要啊！大师说的是，这应该是鬼人最好的归宿了。多亏几位施主解决百姓困惑，按照约定传与你一经经。一经经威力绝伦，请以内力救人，切莫杀戮。希望两位女施主早日康复。多谢方丈，夜蓝天铭记在心。阿弥陀佛。这下阴经经也学会了。我们是否该动身去皇城大内？要去大内吗？孟秋人不是说过，大内里守卫森严，事情都已完成，只剩下取得药王宝鼎。前面那些门派都可以顺利解决，最后一关应该可以逢凶化吉，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的。剑兄弟，此行只怕险阻重重，你真的愿意跟着我们上闯皇宫？可是杀头重罪。我江峰虽然并非豪侠，但也是言出有信之人，既然决定要帮你，就一定帮你到底，不用多说，请让我和你们一起行动吧。谢谢你。好，那我们就直奔京城。